我啥？进来呀、啊，来吧的呀、啊！最近的少年吼，唔知影辛苦的滋味。哎，我们到了嘉义车站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阿里山。嗨，大家，我们今天介绍给大家的事情就是两大不开眼睛。嗨，然后呢，我们今天介绍给大家的事情就是外国人都已经在阿里山五大景点耶， yeah！ 但是我没有去过阿里山，我真的不知道阿里山的事情。我只有知道的是阿里山的茶很有名，所以呢，我今天是台湾的观光局做的一个行程，外国人第一次体验阿里山的五个非常漂亮的地方。为了实现龟仙人的梦想，因为我的爸爸说想要赏鸟，大家记得吗？注意一下山边，他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把大抓，把他带过来这边。哎，那我带一下，我们出发喽。好像不是那边，哎，那么我们出发喽。有找到，嗨嗨，阿里山就是明天。嗨，今天麻烦你了。好，喂，嗨，老板跟我说这样子的衣服就不行，我要换装一下。好，用。我们一起去茶园采茶，来去呀。等一下，我的这个衣服会不会太华丽？不会，因为我们采茶，茶园都是绿的，所以我们穿这样比较鲜艳。刚刚好吗？刚刚好。因为那个是一只大鲸鱼哦，鲸鱼山。哦、你从这一头看是像乌龟，从那一头看是大鲸鱼，有没有？很像。我们体验采茶。茶。你采过茶吗？没有哎。我们第一次采茶。我觉得很多外国人不知道可以。对，参加那些活动都有真的，大家都知道阿里山的茶很好喝而已，没有这样子参加过。我希望等一下可以采茶再喝自己采过的茶。对呀、啊，要幸福之前一定要吃苦嘛。对，先苦后甘。对，没错，跟很好喝的茶一样，回甘嘛。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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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采过茶吗？我没有采过茶，我也没有啊。日本、韩国都有茶吗？日本很有名吗？没有吗？有啊有啊，但是我们都没有采过茶，这样怎么可以？韩国也有茶吧？韩国有，可是韩国的茶没有比台湾有名啊。台湾的茶真的很棒，对呀、啊，对，而且是阿里山。阿里山，那我们体验看看吧，耶、yeah ！也蛮多的哎，看你的，看你的，没吃饭了你。一点点，没睡吧吼？不努力，不行，没饭吃。这么惨呢？对对对，吃了苦中苦，上尾连上。蛮辛苦的呢。对啊，我已经累了。已经累了呢。我们才擦。五分钟吗？对呀、啊，采茶超辛苦的。对，所以呢，喝茶的时候感谢我们，感谢我们。好的，大面大面，感谢大面，感谢大面。看很多哦，很多，这样才可以拿今天的公费。哎、欸，少年，挂啥？进来呀、啊，来吧的呀、啊！最近的少年吼，唔知影辛苦的滋味，真正的滋味，干过了后，才知影。你有啥较底遐过？倒沙岗啊！进来哦、喔，得吃济，我已经无法度。开始。阿里山的姑娘，你是哪里的姑娘？加拿大的姑娘。如何？如何？猜到如何？觉得你比较多，饱饱的，很多呢，应该喝得饱吧？还不行的，加油！啊，这种，喂，啊，1.19，再看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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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什么？这么多，4公斤呢？哎，这边是什么？什么？啊
左臂哦。现在那个公费是一公斤的话是60块，所以你这个的话12块，十二块，真的假的？大家钱不好赚，但是蛮好玩的。我们尝一下茶，你觉得好喝？好喝，很好喝，比较好喝，最好喝。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这边海港动物，什么动物呢？台湾黑熊吗？又叫我叔，又叫我叔，我们的问候语。你是周族对不对？对，我是周族。这边是周族的第九个部落，我的名字叫巴苏亚，他的狗狗。这边呢，听说是叫做嘉义小奈良梅花鹿。我们可以为他。有就是他比较，你们会开那个吗？就要吃蔬菜。嗨，妹。嗨，都是部落。好玩的吗？好玩。绿同事的眼泪。阿彪彪，阿彪彪，干杯！哦，干杯叫杯酸的，杯酸的。对，要干杯，干杯吧。好吃哦。小米椒的冰淇淋，怎么那么幸福啊？这边。但是这个是没有酒精浓度，好吃。什么味道呢？来呀，巧克力，巧克力。这个比较好。那就阿彪彪鱼，阿彪彪有三个意思哦。谢谢，再见，还有你好。怎么那么方便？阿彪彪，阿彪彪鱼，阿彪彪鱼。嗨，我们来到了怪木博物馆，我买这个Hinoki的护手霜。对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呢，这边的原住民的大家人超好的。我下次呢有机会的话，想把他们的酒带过去日本那边，然后给龟仙人喝看看，很自然的怪木的味道。嗨，所以我们来到了奋起湖。大家信用卡付款的时候。不是一次付清，分期付。好难哦，好难哦，为什么这么难呢？刚刚我讲的话。你好，这边有名的东西就是海芋。啊，好硬。这样子啦。超大的。也是刚刚。好像那个其他地方看到的海芋颜色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在这里做的啊。QQ 的呢。就是这边的特产，好喝的。让我们吃便当喽，换便当对不对？兑换成功。耶、yeah, okay, ，那就排骨好了。排骨。我们吃饭喽，很好吃。耶、yeah, yeah。无法盖上去盖子的便当。上面那个是姜，对。慢，面。我们再喝。哎呦。这个好吃。耶、yeah。漂亮。然后我喝的是这个小紫苏。对。好喝吗？空气超好，有一点点像是酒粉跟平息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。嗨，狗狗。嗨，所以这边是跟日本姐妹铁道。大家看里面。制造日期1915年，然后这个使用到1976年，很漂亮。看，微笑。嗨，猫咪。嗨。舒服吗？你是吃草吗？我在吃土。我可以带回去它吗？嗨，老板，大家讲的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去比利时比赛，然后得到了一颗星，改良的，又好吃呢、嗯，吃了会流眼泪，太好吃了，太像了。对，可以再用点没关系，很特别。谢谢。
么？完全没有油，用200多度的温度把米加热，嗯，所以它会变成像爆米花的口感。我也是用。好了，对，没关系。耶、yeah, ！欢迎来玩哦！对，欢迎来粉泉玩。Yeah. 好的，所以我们玩了 French food。嘿，接下来我们来这边。所以你们的咖啡茶都是自己种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台湾的气候就是适合咖啡吗？这个地方很适合，因为咖啡它喜欢湿一点的空气，很清新。Hello。所以这个是你们自己做的吗？对，手工做的，手工，很漂亮吧？不是说我，是他。阿里山的咖啡哦，拜拜。嗨，大家，我们来到了民宿茶香花园。我们进来了房间里面，然后呢，有一个事情我想跟大家讲。太梦幻了吧！我今天是一个人来的，浪漫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民宿超赞的，因为是非常的干净。而且是看得到非常漂亮的风景，而且运气好的话，明天可以看得到日出哦。老板泡茶给我们喝，慢慢喝，慢慢聊天。然后现在是变成啤酒，但是这里的茶真的很好喝，所以来这边一定要跟他说我要喝茶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就明天见喽。早安。睡觉。大家，我们来到最后一站怪异生活村。这个就是呢日治时代建设的，以前是宿舍。哎，然后我们来到的是这里，摩利咖啡。这里我们吃一下冰咯，炼乳。耶。うま。这个抹茶的味道超浓。我这样子两天玩了阿里山的旅游，觉得嘉义是一个可以玩的地方，很多的地方的呢。尤其是我觉得那个采茶，如果是外国的朋友来，或者是情侣一起去那边采茶，也是我觉得很棒。然后这一次这样子玩的行程，全部都是阿里山 EZCO 那边有买票，那个是台湾的观光局做的。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享受的话，去吧。觉得嘉义真的蛮好玩的，采茶。梅花鹿、logo 很多毛，然后好吃的东西，很棒的阿姨们啊，真的，下次爸爸来的时候一起采茶嘛，也不错。那就大家下次见了，拜拜。啊，吃的东西虽然是很少女，但是少女不起来了没？我在里面的家已经大概变了呢，真的非常适合去旅行的地方。